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小军落城镇户口才能上小学，街道办给信儿了，落户口要3000块钱，这钱咱俩一人一半。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呀？这钱你给还是不给？我得姓啥？他姓什么都是你儿子。我儿子姓傅不姓丁。行，那我儿子户口落到我这儿，什么事儿都解决。那不可能。那没得了。这法院判的抚养费一分都没给过，现在儿子要读书了，这钱你必须给。我没钱。哎，你不是有个男朋友吗？日本那个。他我说儿子的事儿，你别给我说别的。你今天要是不给钱，我就不走。让你带着。你耍无赖是吧？行，你耍无赖我也耍。拿，随便拿，有多少拿多少。你干什么？别来劲啊！我跟你说，丁明仁，不给，我也不能拿。放手，走，走，滚！滚！不行，你连你自己儿子都不养，你算是个男人吗？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我，我是为了小军。孩子读书要用钱，你要是觉得他是你儿子，你就把钱给我。凭什么给你钱？婚是你要离的，你把儿子给我带走了，还改姓丁。3年了，你都没让我去见过他，你现在想要钱了？你想到我了是吧？你想要钱是吧？想要钱是吧？等着。给，滚！